你好，奶奶，我是路过的，能不能在你家吃个饭呀？哎，进来吧。奶奶，我是旅行路过的。我不懂啊，你说话我听不清。我能不能在你家吃个饭？这么一整。你好，你好，您家住在这儿吗？哎，就是奶奶同意我，就是我花20块钱在您家吃个饭。嗯。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你同意吗？同意。真的，我不开玩笑。哎，我不开玩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爷爷，谢谢谢谢。爷爷，你不好奇我是干嘛的吗？就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我是旅行路过的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喜欢拍拍视频，然后记录一下乡村生活。哦哦。嗯。我在那我睡觉嘞。爷爷回来了。我睡觉嘞，我那啥。啊，你睡觉了。啊，来进来。还有病。他生病了嘛？他最近感冒了，对不对？不是。啊？怎么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他这个，你农村在什么地方？我是安徽的。我到过安徽。你到过安徽啊？到过安徽，我到过这个桐城。桐城是吧？啊，桐城就是安庆的一个地方。我老家是安庆的，下次再去那的话，一定要跟我讲。这不行了。再出不去了，出得去，老了啊，不老不老，身体还好得很。这是什么石头吗？鹅蛋啊，这是鹅蛋啊，我都没见过鹅蛋，我还以为是石头呢。谢谢奶奶啊，这个这么大。我真是最近我给他尝尝。啊，好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他在那边我拿着当红颜了，他拿当红颜，俺孙女了，俺这孙女拿当红颜了。俺这也叫红颜的，俺孙女，孙女，哎，孙女什么叫红颜？孙女叫红颜是吧？俺你当她的哦。爷爷奶奶在做饭，这是炒什么菜啊？豆腐吗？豆腐，炒豆腐啊？白菜，白菜啊，豆腐白菜，豆腐白菜啊，豆腐那个什么啊？这还凑合呀？嗯，哇，这么大。哇，这么大的鹅蛋，好大哦！鹅蛋，灯不亮啊！灯不亮，但是没关系。这是爷爷奶奶今天给我准备的晚饭，哇，太丰盛了！鹅蛋、豆腐，还有白菜炒粉条，这个小粥我从来没见过。谢谢奶奶，谢谢爷爷，谢谢，还有这么大的包子。爷爷，奶奶，还拿了一点点东西啊。哎呀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都是我的一份心意。你们请我吃饭，这些都是一些能用到的东西啊。我也没问爷爷跟奶奶贵姓。爷爷奶奶，你贵姓啊？我姓高。高是吧？高爷爷。奶奶呢？他姓王，王奶奶。我不来蹭饭嘛，蹭了一顿饭。拿点东西也是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现在在这儿说话，还挺高兴的，挺高兴是吧？我跟您讲话，我也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谢谢谢谢奶奶，走了啊，我走了啊。我车子停在就不远的地方，不用送我了，不用送我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早点睡觉啊，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你能行？